欢迎收看5月18号的新闻抢先报，我是志正。那国内昨天经传一名西盟国会议员的已婚女助理报案，声称她被议员性骚扰，对方还会发送示爱短讯及裸照给她。那时隔一天后，这名被指控性骚扰的公正党和风区国会议员柯沙温立即召开记者会，否认一切指责，他还反指这名女助理才是不断骚扰她并意图破坏她家庭生活的人。47岁的女助理是在前天报案，指控柯沙温每天会发送我爱你的信息给她，还发送印度信经和女子的裸照给她，更试过在一天内拨电50次给她。柯沙温今天召开记者会做出反驳，反指这名女助理意图破坏她的家庭。他说他是在2017年认识这名女子，对方也毛遂自荐担任助理，并在去年的大选协助他竞选。这名女子和他们夫妇俩成为好朋友后，就频密地和他通电话，有时候一天内甚至会拨打数十通电话。他没有接听的话，对方就会不高兴，但每次一接听，对方就会聊超过1个小时，令他非常苦恼。他指出，这名女子之后甚至不断介入她的家庭生活，还向妻子的同事恶言重伤其妻子，意图让她的婚姻亮红灯。柯沙温强调，他目前已经针对此事报案，一切交由警方调查。93岁的宾州消费人协会主席穆罕默伊德·里斯昨天病逝，并在今天下葬。公正党主席安华今天更是亲自陪同抬棺，他也将伊德里斯形容为伟大的消费者之父。穆罕默伊德·里斯也是大马自然之友主席，他昨天因为心脏衰竭在医院安享离世。他也是冰消协创始人之一，该会成立50年以来，在他领导下不遗余力地向我国消费者宣导各种消费资讯和权益，是我国具有权威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今天的下葬仪式上，大约500人亲自到他的住所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其中公正党主席安华、财政部长林冠英、宾州元首敦阿都拉曼阿巴斯等人都有出席。伊德利斯在今天早上10点入土为安，陪同抬棺的安华受访时说，伊德利斯在过去50年一直站在最前线，勇于为消费者发声，在药物、食品、污染、交通等课题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贡献不可忽视。他形容伊德利斯的离世对国家是一大损失。接下来先来带您看一则旅游资讯。换个焦点，带您关注意外消息。吉隆坡文良港今天凌晨有2辆轿车一在十字路口闯红灯，结果相撞和打转，还把停在红绿灯处的4辆摩托撞倒，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这起车祸是在今天凌晨3点多，在靠近文良港百乐广场的十字路口发生。警方的初步调查发现，2辆轿车在案发路段经过红绿灯的时候都没有停车，因此发生相撞。由于撞击力猛烈，轿车开始打转和再次碰撞，其中1辆车撞上路肩，另1辆车则失控撞向4辆摩托，肇祸的车辆因此毁坏不堪，4名骑士和其中1名司机则分别蒙受轻重伤。不过，2名肇祸的司机都向警方声称，案发当时各自的方向都是绿灯，警方因此正在寻找目击者协助调查。行动党拉美市区国会议员彭学良早前到清真寺派发拨款，不仅引来柔佛苏丹怒斥，更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甚至有批评者标签他是狗。那彭学良今天针对此事就到警局报案。彭学良指出，一个名为 Off Johor 的面子书专页早前上载了一张他在清真寺演讲的照片，并写着丁能州议员带只狗进入清真寺。他认为，身为穆斯林的版主在斋戒月期间发表这番粗鲁的言论，甚至将柔佛王室牵涉其中，是有意分裂各族团结和破坏西蒙的形象。Dan tindakan perlu diambil oleh pihak polis lah untuk menyiasat admin Facebook tersebut. Dan selepas saya nak pada itu, saya juga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undang-undang terhadap admin of Johor ini. Kerana Facebook ini adalah tidak bertanggungjawab.
彭学良是在本月十一号到选区内的清真寺和祈祷室宣布拨款，但这个举动却惹来柔佛苏丹伊布拉欣龙颜大怒，点名斥责他在清真寺内发表政治言论是不礼貌而且伤害穆斯林感受的行为。但彭学良强调，他当时并没有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只是受邀进入清真寺宣布拨款和祝贺在场者开斋节快乐。交通部将在七月强制所有上路的电子轿车 Grab 司机需要注册商用车辆执照 PSV， 不过有残障司机就揭露，报考 PSV 执照的考试表格并没有列明残障人士的选项，那距离截止日期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他们都担忧无法及时取得执照将会影响收入。持有残障汽车驾照的电子轿车司机尼亚斯纳坦向中国报指出，交通部早前答应修订法令，让残障人士注册成为电子轿车司机，但他们准备报考 PSV 执照的时候，却发现有关考试表格内并没有列明残障人士的相关选项。It didn't get answered yet. That means the approval level is not there. All right, and it's almost about 2 months to go.Right, so once we don't have this PSV thing, then we're unable to drive the Grab car, right? But here, I think the obstacles is from the GPJ side, not from the Grab side. Because the Grab car side, I think they already give the opportunity, they already give all the green light, as I assume.尼亚斯纳坦说，有消息指即便残障人士通过笔试，还是会在体检环节不过关，无法顺利取得 PSV 执照，但考取执照还是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所以许多残障司机目前还在等待交通部的回应。交通部发言人对此透露，交通部将另行处理残障司机的申请，并会在近期内公布细节。据了解，国内现有超过400名残障电子轿车司机，如果新条例不允许他们申请 PSV， 将会让他们丢失饭碗。那不少人不管是吃饭或是临睡前，甚至是过马路的时候，都有滑手机的习惯。美国纽约州议会日前就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一旦通过，过马路的时候边走路边滑手机的低头族将会面临最高$250，也就是约1044令吉的罚款。纽约州每年约有300个行人在意外中丧命，虽然不知道多少人是因为过马路的时候没有看路而出事，不过提出法案的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就下定决心要透过立法大幅降低死亡数据。他强调，法案并没有限制人们不能讲电话，但他呼吁行人等5秒钟，也就是过完马路的时候再使用。不过紧急救护人员、医院和诊所员工、消防员等将不受新法案限制。那如果懒惰洗车的话，我们可以把车开到自动洗车机去清洗，但没想到芬兰一名工程师最近就发明了一个自动洗澡机，让懒惰的人站着不动也可以好好享受淋浴，清洁全身的各个部位。那这个自动洗澡机对行动不便、年龄较大或者是受伤的老人家来说，也绝对是一项福音。那究竟自动洗澡机是怎么操作的呢？新闻结束前就带您去看一看，我是志振，祝您晚安，再会。